Bro 这边 Go。大家好，我是星星。我今天要来挑战叠 MM 巧克力。听说金氏世界纪录好像叠不到五颗还六颗。那虽然这个企划呢，之前有别人拍过，但他们都失败了，而我呢，也不会成功了。我只是想买 MM 巧克力来吃而已。你爱吃就说。好吃啊，巧克力很赞。然后吃巧克力就是过动，但是过动的人通常会比较聪明一点。哈，我怎么自己先吃的啦？不是要叠吗？吃饱才有力气。好，那我们就直接开碟了。我今天的目标是大概碟个四颗，应该是极限了。看，都两颗都有问题。可能两颗都碟不好。是不是？我就跟你说，是不是两颗就很难碟？这怎么碟啊？拜托。我会生气。反正是一个才两颗里程碑。我也不知道碟多少是两颗，两颗好吗？那你厉害。那你手很足哎、欸。你看我手抖、啊。你看我随便碟都两颗。因为我会手抖。我今天要这样子，这样子可以的吗？啊，我要看一下我的干嘛？给我来铲子好不好？单铲的。好哎、欸，好哎、欸，好、欸。是可以的吧？怎么自己吃起来了？叠不起来，我叠不起来，我直接吃了。不行，我们要挑战，你在干嘛？这叠啊，想办法让它。是。想办法让它站起来，孵出来吗？因为我只有一层，好不好？不是一层呢、啊欸？不是，下面底座一层这样。一个细细直直的。那我要挑蓝色的。太难了吧？四层是吗？我觉得我们三层都有问题。我也觉得，我两层也蛮有问题。好的，三层。这家靠腰，大小啊！我怀疑我到底在干嘛？给不给面子？快给我站起来啦！我觉得很难。那你是不是可以不要一直吞，难道那个金氏世界纪录的人不是没有道理的？他很强。别了。我现在要教大家 M 巧克力的正确使用方式。啊、好哎、欸，不要做这些没意义的事情，好不好？妈的，你读书啦，我都拍的是废片，超级无敌有够废的那一种。你才知道，你就是。我就是走了这的废物。好，那结尾给它废掉了。